逢星期三上架的 Shall We Talk 请来袁伟豪倾偈。最近《法政先锋五》里面见到他演一个长期失眠的刑警，个样残残地之余不苟言笑，同他本人有啲似。他话近年唔系太开心，2020年同张宝仪结婚之后，有唔少闲言闲语，好似不断被针吉嘅感觉。今日请他坐低讲讲最近几年嘅经历同埋感受，亦都回顾一下他入行25年嘅往事。他是1997年15岁的时候赢校草冠军入行的。先听听他由2016年心态比较硬正的时候讲起啊。我冇谂过自己的即系前一段嘅关系嗰阵时终结嘅时候会咁多咁大嘅反应。都几即系对于我嚟讲都一个几大嘅冲击嘅。咁再加上。爸爸開始病緊啦，嗰陣時，亦都知道有啲即係時間倒數緊啦，生命倒數緊，就好專注工作啦。而且好多幾樣嘢加埋，嗰陣時都有啲角色都幾受歡迎，亦都喺個市場上亦都有一啲嘅即係收成啦，有好多工作做啊。咁令到我兩者之間平衡到。好忙好忙地工作揾錢 support 個屋企，即係支持屋企啊，支持自己啊。咁係好硬淨，即係鐵探啊、天堂歌啊，即係嗰幾年都幾資源幾豐富，係一個即係我都講話嗰年係即係事業嘅春天嚟嘅，各樣嘢都好好，係唯一就係遺憾就係。爸爸就離開啦，即係睇唔到我成一頭家咁樣咯。爸爸走咗之後，或者走嘅嗰一刻，其實我都冇正式去將我自己個情緒。當時我唔識佢點做，唔知佢點樣去揾一個出口位去俾自己舒緩個情緒，因為身邊所有人都倒冧曬，即係情緒崩潰。阿媽都崩潰曬。一定啦，係啊，即係一個陪伴咗咁多年嘅人人，突然間走咗。咁剩翻我喺度，而當時我亦都係，我記得爸爸離開咗之後嘅時間，我就用咗兩日假去做佢辦嘅身後事，第三日就開工啦。即係第三日開工嘅第一場戲，一打開張通告，殮房、刑事、鐵探裏邊一場戲。哇！我睇完個通告，咦？點解有場咁嘅戲嘅？真係好戲如人生喎！呢件事。一開入到個片場嗰、那個情景係 exactly 就係兩日前我喺殮房見爸爸最後一面嗰個畫面嚟、又係警察，佢又係警察，啊個角色入邊嗰個戲入邊嗰個又係警察，咁我覺得點解咁得意嘅咧？當時寶兒都喺度同我一齊拍呢套劇，佢已經喊到收唔到聲啦！嗰場戲係啊，直至到拍完咗《鐵探》之後，我休息咗年半，年半冇拍劇，咁啊，淨係做一啲即係散 job 啊咁樣 ，event 啊咁樣，同屋企人去旅行啊，自己同寶兒開始去慢慢建立我哋兩個之間嘅關係啊。咁2016、2017個你話一個春天啦、啊，咁慢慢呢個春天完結，點樣步入你嘅冬天？呢個感覺係寒冬啊嘛，步入咗2019年之後係開始到而家。2022年啦，都3年多啦，就係呢3年多係又睇到另一個嘅生態出現咗咯，係啊，世界變得好快咯，當然，咁啊大環境嘅氣候啦，即係疫情啊各樣，同埋自己亦都進入咗人生嘅另一個階段啦，有自己家庭啊，有婚姻啊，咁。再令到個自己嘅形象有少少轉變咗咯，感覺上我自己我個世界裏邊，我覺得好似唔係再咁需要我啦個行業，係啦，即係可能因為有啱啱踏入30尾40歲呢個階段，再加上嗰早年嘅鐵探個樣有啲殘咗，就追唔翻嗰種。那種青春啊，那種
鮮肉味，係啦，嗰啲回春樣啊，即係嗰啲叫做，咁就好似客户上係冇咁多，即係定唔到位，好似啊揾唔到個啱嘅位，少咗好多 job 啊，咁啊，但係照個拍劇嘅啊，角色啊都照 OK 嘅，我都覺得係處理到嘅，咁所以就有啲開始加埋啲輿論壓力啊。各樣啊，就會令到自己係開始有啲迷失。嗯，有啲輿論啊，傳媒寫你令你好 hurt 啊。最傷係邊一個時期？開頭就唔係好 hurt 嘅，咁你啊吉你一針，咁你最多縮一縮嘅啫，吉多你兩針咪縮多兩縮咯。跟住不停咁樣吉你，你就會避，你就會有感覺，就會有反應。長期都喺呢一個環境底下，就會形成咗一啲。陰影咯，我自己覺得，係啊，即係都會好怕出嚟見傳媒啊，即係譬如有啲可能有啲宣傳啊，要見大圍記者啊嗰啲，我怕噶啦，我有啲係啊，上台影完張相，唔該大家我就匿埋噶啦。有冇啲前輩啊，或者公司高層都關心下你，即係問候啊，即係輔導下你啫咁樣樣？冇。最扶持你就係太太。太太係啊。佢點樣扶持你㗎？即係所謂關心係有啲朋友係事件發展到開始越嚟越嚴重嘅時候，佢哋真係會同我講叫我睇開啲啦。但係你話即係喺嗰個行政上，如果一開始見到呢啲情況嘅時候，我相信公司都唔會覺得我有咩問題嘅，即係佢哋會覺得我係頂得住啩，或者佢覺得呢啲係。日常嚟噶啦，即係 A、B、C 餐咁樣噶啦，即係日日都有噶啦，你都唔係淨係你一個啦。咁我又唔係話覺得物要公司要咁樣做，而係其實都有需要去將藝人或者同傳媒大家去點樣去互相去建立一個良好啲嘅合作關係，或者叫做。嚇！即可能真係有啲無傷大雅嗰啲咁，梗係 OK 啦，嘻嘻哈哈嗰啲係咪？但開始一有啲稍微對形象上有啲影響嘅，就其實公司係應該要深入啲了解一下，或者即我自己覺得公司應該要深入啲了解一下，或者係叫做點樣幫翻呢個 artist 係緊要咯。即心理上都係一個心理素質都好緊要噶嘛。咁所以嗰段時間又冇乜人。幫到我自己，就係、是、身邊的太太就幫到我多啲。你同佢嘅關係一開始，佢就啱啱入行嘅、嗯。你比較即係好似帶住佢教住佢咁，係點樣㗎？你一開始嘅事？其實有佢啱啱入行嘅時候，佢都有曾經試過有啲情況，所謂叫做令到即係有啲位處理得唔係咁好啦，可能喺啲訪問上啊，或者自己一啲。日常嘅上，即係日常嘅行為上邊，令到產生咗一啲輿論咁樣。咁當時係佢比較新啲，咁其實我都喺從旁都會輔導下佢，幫到佢好多。咁佢喺嗰兩年，佢都成長得好快嚇。調翻轉去到我進入我個寒冬期嘅時候，就反而佢 support 咗我好多咯。譬如話，而家我工作日常，每日我翻去都會同佢傾下。發生咩事？咁大家都會可能會抽半個鐘頭啊，或者一個鐘，或者臨瞓前嘅bed talk 咁樣就會講下日常發生嘅事咁樣，嚟、嗯、去支持啊、輔導或者揾一個出口。佢都有曾經提過話，好想同我生一個小朋友，佢希望我可以將我嘅愛轉化落去一個我哋。或者擺一個我哋值得需要擺嘅地方，將我哋嘅專注力擺一個適合嘅地方，而唔再係專注喺一啲會令到我唔開心嘅地方。即係譬如話，我最近同阿毛合作一個咖啡嘅節目啦，咁佢都有佢幾個小朋友啦，咁佢都講，我即係就同佢傾下呢啲話題。佢話係㗎，你人生你做每樣嘢都係為咗佢哋，你會開心好多。所有嘅嘢都唔再重要，身邊嘅屋企嘅小孩子、屋企嘅家庭先最重要。哇！呢個能量幾大，咁、嗯、
咁你話要再等有冇小朋友係要緣分啦，係咪？嚇，同埋有好多因素啦，即係太太始終女士佢都會比較都注重佢哋嘅事業，佢哋都要好多嘅犧牲或者佢考量，究竟我生小朋友之後會點咁樣？同好多身邊嘅朋友，喂有仔趁願生，即係其實好多時候係會好矛盾嘅，即係在於。可能在一個女士的心態，咁所以就要看緣分啦。咁最唔開心的時候有冇諗過，誒唔做呢行啦，或者離開香港啦？我有諗過唔喺香港咯，或者好想放低一下現時自己的工作，出走一下咯，即係係任性嘅呢件事，諗起都開心嘅。袁伟豪同港姐出身的张宝仪2020年结婚，婚后因为太太的家庭背景引起了不少闲言闲语。不过如果从正面看，她结婚之后有什么开心事可以分享一下呢？其实开心的，其实都真的每天收工就回家了，第一时间回家，第一时间一打开门就叫老婆，她在那里叫老公，一個稱呼就已經知道大家在身邊就是這樣，很簡單，很冧喎，真的真係睇戲咁咯，即係好似細個睇電視劇咁啊！翻嚟老婆我翻嚟啦，老公我翻嚟啦，就係咁嘅咋，夠噶啦，係啊。我哋嘅日常其實好多難 get 好多笑話嘅，係啊，甚至乎有陣時候我哋都會拍低佢嘅，自己揾啲手機，有陣時候。可能我吃了兩粒朱古力，個人比較即係啲亢奮啊，即係啲糖分、血糖高的時候，又會突然間變咗個細路仔喺度跳下舞啊、唱下歌啊，佢又喺度靜靜雞又撈機拍咗我，咁我間唔中我攞出嚟睇下都幾好笑，係啊，咁即係我哋有好多自己嘅 language 咯，兩夫妻嘅 language 係得啖笑咁，笑完之後又過一日咁樣。咁外界有？啲攻擊你嘅，成日都執住一個 point 就話乜乜負馬呢樣嘢。咁其實你嘅日常生活啫嘛，係咪真係咁有錢咧？即係呢樣嘢其實點樣回答翻呢啲人？咁我公司俾咗幾多人工我？我諗應該都睇到啩，即係公司嗰啲周年報表應該都有寫，有怪我唔知啦。咁你唔使問都問到㗎啦。咁做幾年揾落嘅錢，咪就係喺曬度咯，就係咁咯，係啊，咁。大家供一份，抱一份，我又冇做咗啲咩嘢零零舍舍係好唔係唔啱我而家呢個狀態嘅咁樣。超出收入嘅。超出係啊，又冇嘅，係咪先？咁我又有照交税嘅，咁就係咁樣。嗯。咁都係即係物質享受，當然都會啦。但係而家嘅物質享受就冇早幾年咁瘋狂咯。話買就買咯，買車咁樣一年買兩三架車咁樣。係啊，真係。跟住，即係可能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個係唔係一件咩事啦嚇？但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就係、是、一個禮物咁樣咯。嗰陣時係，嗰陣時環境好，經濟好，係啊，行過車場咁見到架車啱，哇，好中意喎，好驚啊！所以嗰陣時，寶兒一接到我電話就，你又去咗邊度買嘢？歡迎大家嚟到我嘅電影大道，我係關錦鵬。袁偉豪15岁中三嘅時候選 Yes 校草贏得冠軍，之後拍廣告同埋劉偉強、王晶唔少港產片，做過 band 仔。裸體素描模特兒、藝人助手等等。2007年選香港先生加入無線，今年入行25年。25年前啦，1997年啦，係咩推薦你去參加呢個校草選舉？冇噶，其實都係後生一股叫做好奇心咯，好奇心係佔大多數咯。啊第二覺得第二喎，係啊，第二就係
佢嗰陣時獎金好豐富咯，係啊，即係可能大家覺得好膚淺啊，為咗個五千蚊獎金，咁但係講緊九七年一個讀緊書嘅人俾五千蚊你，我又唔係即係有咁多零用錢使嘅時間，咁呢個都係一個動力啦。咁譬如劉偉強嘅《古惑仔》添，係啦，嚇點樣循環？趕戲咯，趕戲，大家喺現場都比較衝鋒陷陣嘅時候。我就走去同阿導演講，叫佢唔好咁嬲啦，即係嗰啲咁。咁啊，劉生又幾好笑噶，佢又真係佢死靚仔，唉，即係佢又得啖笑，佢都好錫我嘅，都嚇。即係到而家佢都話：你都冇丟我架，即係咁樣嘅，都即係見翻佢都會咁講嚇。咁呢啲就係年少嘅時候嗰種無知，或者叫做嗰種純真咯。即係都好玩嘅，因為啲人睇到有一秒你落到個 pat pat 喎，係點樣拍出嚟？咁嗰場戲大家都肉白相見㗎啦，喺泳池嗰五個人全部都冇著褲嘅，喺嗰個池裏邊，尤其是我哋幾個少年古惑仔，咁就喺嗰度肉白相見㗎啦，大家咁跟住玩玩玩埋嗰場戲，咁突然間。神來之筆嗰下就揈咗個圈喺個鏡頭面前，就出咗個嗰個咁嘅月光走出嚟，咁就咁。咁嗰陣時嗰套電影係列為三級片嘅，因為題材嘅問題，佢係三級嘅。咁可能啲人就覺得啊，我曾經拍過三級片。其實嗰幾年拍晶哥、劉偉強嘅電影都好深刻印象，好多嘢都啊。在形象上自己的設計啊，《極速傳說》裏面的大頭紋啊，全部自己真頭髮嚟咁，留長咗把頭髮電爆佢啊，跟住啊，搞到自己個樣子鬼五馬六啊，覺得自己攞咗張成人身份證，即係好哇！我做咗個大人啦，咁我又拍電影啦，哇！執到自己的形象好，好似好潮啊咁樣啊，又走去學人食煙啊咁樣啊，為咗演出上。真啲啊，因為我唔識食煙嘛，走去買煙食啊，買酒飲啊，為咗個演出要嚇、啊，要好實在嘅咁啊，走去學人食煙啊咁樣。但係亦都有一個夢想係音樂嗰方面嘅，係啊，就羣咗好多一齊玩音樂嘅人。係啊，嗰陣時我喺韋啟良個 studio 嗰度，日日喺嗰度玩嘅嚇，咁、啊、又識咗阿小龍啦、啊。柯有倫啊，又後嚟又後期識咗阿子華啊、B 哥哥啊，咁樣即係哇，都原來玩音樂都幾正嘅喎，真係。咁仲我嗰陣時已經好中意彈吉他嘅啦，咁啊見咗佢哋啲樂手啊，Joe Tang， 即係太極以前嘅經理人 Joe Tang 啊，Joe Tang 佢又成日上嚟 jam 嘢嘅咁樣，咁啊見到好多佢哋啲好資深嘅音樂人。出現咁啊，即係一個小朋友望到一班大人喺度玩音樂，佢哋玩 Beatles 啊嗰啲，哇，好正！點樣識到子華？子華係嗰陣時佢個監製羅金榮阿 Wing 識佢嘅，後嚟都有幫阿子華做嗰啲合作咁樣咯，咁啊又喺子華個 band 房度。度玩啦，咁啊，咁啊，所以識到佢咯。有拍過子華嘅電影《一蚊雞保鏢》，叫你做咩？做個收數佬，同小龍兩個一齊敲門拍門。哦，出聲都 good good 咁樣，即夠長咁嘅戲。後期就係我爸爸知道我有呢啲，譬如話有陣時接到啲電影，可能開十組八組嘅。或者做一啲 job， 可能拍一啲廣告嘅，翻嚟啲錢係即刻要俾佢嘅，佢同我儲起佢，係啦。佢你要錢嘅時候，你先問我攞，我先俾你。你唔好自己拎住一嚿錢，你實使咗佢。咁我都的而且確係咁嘅人。我試過有一次出糧，出咗10,000蚊支票，出咗10,000蚊現金，我即刻走去買咗支5,000蚊嘅吉他，係啊，買咗支50周年版嘅吉他。咁啊，嗰個年代未有叫邪動族，其實嗰陣時已經做緊邪動，係啊，樣樣都試下做。有時又幫人拍過結婚 video，
有試過，朝拍晚播噶嘛，咁啊朝頭早派佢哋簽字，夜晚就播出嚟。咁我趕得切完成嗰件事，但係個 video 一出嚟嘅時候，有一個 shot 背光，個攝影師即刻喺現場，即刻俾面色我，即刻鬧啊！即係即刻，唉，俾個僆仔嚟拍，咪又係咁。中咗個裸體模特兒，係差唔多嗰段時間。做人體素描模特兒亦都係一個人生嘅一個幾得意嘅經歷嚟嘅，係啊，都真係為咗嘗試，同埋為咗其實佢又唔係俾好多錢嘅，即係俾$100一個鐘，我做咗個兩三個鐘。邊個鼓勵你做？以前嘅女朋友嚇，係啊。佢點講？因為佢比較洋化啲嘅嚇，外國翻嚟嘅。試下啦，人生即係 why don't you give yourself a try 咁，即係 no regret 咁啊！即係第日你都可以同你啲子子孫孫講啊，以前我點樣啊做咁，即係思想文化有啲唔同嘅。咁我受過佢嘅鼓勵，咪去試下咯。有冇 regret？ 冇 regret， 好即係嗰個畫面歷歷在目嘅。係啊，即係我場面點啊？有幾多人圍住你？一去到其實個地方唔係好大，二三百尺。一上去已經有十幾個 artist 喺度噶啦，咩國籍嘅人都有，咩年紀嘅人都有。一上到已經係可以開始噶啦，哇！開始啦，我係啊，咁啊放低個背囊，除衫咯，咁啊除衫除褲咯，除埋條底褲咯，跟住開衫，啲人已經係望住你噶，咁咪除褲咯，即係好尷尬咁遮遮掩掩咁樣。前面有個女 artist， 法國人嚟嘅。一除褲嘅時候，佢嘅眼神就係咁樣，即係由上到下，跟住再自己陰陰嘴笑一笑，跟住就望住自己嘅畫板唔出聲。跟住我就哇，突然之間嗰股熱，即係我唔知係冷汗定係咩，突然間飆咗出嚟，即係點啊？即係咪好唔得咧？即係我個身材唔好有問題，定係我某啲身體部位佢睇唔慣咧，定係點啊？好多嘢諗，好多嘢諗，好多嘢諗。今日算係攞個 cushion 咁樣俾佢畫啦，畫畫畫。因為佢哋分好多 section 嘅，畫到咁上下我都放鬆咗。因為我覺得當我越尷尬嘅時候，佢哋仲辛苦。後嚟我係放開曬所有嘢，擺 pose 啦開始。買 pose 俾佢畫，即係當時係幾 fit 嘅，成日做 gym， 即係覺得自己都仲有一個好 fit 嘅同體，可以俾人咁樣去畫嘅時間，先至咁大膽玩呢個遊戲啫嚇。啊，咁選港男都好 fit 啦嗰陣時，使唔使要咁樣豁出去，即係慢慢哇滴住冷汗咁嚟？咁啊冇嘅，但係泳裝環節都有去練習嘅，自己要去即係每日對住塊鏡。即係 pose 啊，覺得啊點樣可以大方啲，又不失即係唔會有唔好睇嘅情況出現咧，又要自己點樣 pose 即係穩陣咧咁樣嗰樣嘢。同袁偉豪做呢個訪問，聽到佢講而家嘅唔開心，同埋十幾歲、廿幾歲嘅時候唔同嘅經歷，大膽嘗試，有好多開心嘅往事。希望他繼續提高 EQ， 面對各種的困難和逆境。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他，假如讓他有機會約個人坐下聊聊天講下心事，他會約誰呢？如果讓我選擇約一個人出來聊天，我想約二十年前的自己，因為就是想看看自己年輕的時候，又想看看年輕的時候見現在的自己有什麼分別。